大家好，我是 Demi， 是温哥华的地产经纪。今天又是新房收房前的 orientation， 这是位于列治文 Capstan 天车站的 Picasso Galleria， 是由 Concord 开发建造。Concord 的会所一直被公认为很有亮点，今天我们的 orientation 不包括公共区域和停车场，只能看你购买单位的内部。开发商先是在大堂安排了工作人员，初步介绍了这个项目的整体。因为这是几年前买的楼花，客人当时只能看看图买楼，所以现在把里面的会所设施整体布局介绍一下，包括新房入住需要注意的事项。开发商在两个月前就办过一个活动，邀请准业主去了解交房的一切信息，包括贷款、过户律师和租赁公司的信息。Concord 在这方面做了充足的准备，让买家一步步地走入交房状态，那买家在准备资金申请贷款的时候就会有充足的时间。这是一个一房加书房的户型，朝正南，采光相当的好，朝南也没有任何的遮挡，临近天车，出行很方便。天车经过的时候会听到一些声音，不过门窗的密闭性比较好，关了窗就没有什么声音了。这几栋楼应该会在今年的年底就要交房，如果你有想了解的资讯，可以拨打电话778-891-6993，或者加我的微信小红书。